胡子下一下。哇，里面满满的哎，所以太多了吧？三个喝掉四是个，水下呼吸、夜视、力量、迅捷。不是？有，正在喝了。哦，这世界会变很亮哦。哦，整个都光明了起来。走吧。噔噔噔好了，走噔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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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哦，是哦，好，那我入口在这，入口在这，你等下会看到他牵我线，所以你就是赶快真找建的，赶筑物，快进去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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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被牵了，我被牵了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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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子嘞，胡子嘞，安全了，入口在这，在这里耶。好，开始找。好可怕，超满的啦。怎样？我们是直接去打掉 boss 吗？对，不然我们不能挖东西，先各找各的吧。我找到一个了。哎、欸，好可怕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我西？找到他了！啊！我找到他了！胡子，你要不要去放鱼竿？等一下，我先放个门，我先放个门。你在哪里？哦哦，对，我也要放门。我在他的正下方。他下来找我了。已经在这啊。哪里啊？哎、啊，好像在这。我在他下面，好可怕！啊，水下呼吸嘞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天哪，我在水下砍门，砍超慢嘞！我天哪，算了，不砍门了。你们在哪里？我、欸、水下呼吸不是会在水下呼吸吗？对啊，怎么没有呼吸的感觉啊？你们在哪里？他在牵你，他在牵你。哦，赢了！哦，对他有那个，我又被牵了。你们在哪里？你看 ID， 你看 ID 找一下，这边太多啦、啊。看我们的 ID， 我知道，我看到 ID 啦、啊。哎，胡子，你有吸到那个海绵？什么海绵？我打到海灵碎片了。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天、我看到了，我终于看到了。看 ID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要去电了。我要去找一下刚刚 BOSS 的啊，还有一只可能就是在最顶楼。还有一只，嗯，总共三只。等一下，我整个迷路哎、欸！你刚我游出来了，我的天啊！我一直在看 AD， 但是我、在这里哦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刚走，等一下，不可惜，我这里。哇，我的门敲不下来了。没关系，先留着。这边的门怎么敲不掉啊？你现在刚刚那个脸出来，就是你有缓速的啦、啊，挖掘缓速就是这个啊。哦。好，这边就是我刚打的。哦，在这里。在哪里？在你们看不到来上面呢、啊？不来，不来，再来逛。对啊，因为有个方法可以偷吃布，不过很危险。我先去水面上。很小、哦。啊、哦，烦呢、欸！一直遇到他们，不要再牵了，北七。啊，忘记带牛奶。对，我们现在应该要读看了，应该对吧？要钱 ，no 钱。What？ 啊，他在这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开点，开点。开打。好，交给你们了。千币。打掉他，我们就可以。安全的玩这个了。烟火爆抄，我没喝到水下呼吸。好了，赢了。我喝两瓶夜市吗？所以现在可以喝牛奶那个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可是你身上所有 buff 会不见哦，所以看要不要叫护子再拿箱子出来。啊？什么东西？我箱子留在那边啊。哦，那走啊，出来啦。汪真的喝到两瓶水下呼吸了，这样。嗯？他牵那个线的时候是会怎么样啊？大概两三秒之后，这，两三秒之后就会有伤害。哦。鱼竿出去了吗？还没。我在这，你们先不要动，我去接你们。好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有一些东西飘在那里啊？这是什么？我刚杀的。来，回来这里。好。那地上游的好快哦！哇。哇，出来了。因为这里好多海底守卫啊！到这里，哇，耶、yeah, ，安全了！我好硬啊！对啊，完全不会受伤。对啊，
哎、欸，真的，到底在怕什么？我喝了2瓶夜市药水，天哪、那我有多的你要吗？没关系啊，我水下呼吸就好了。那再，白痴哦、喔，该先喝牛奶的，哦，先喝牛奶吧。然后效果解除后，哦，我还有啦，我没都关没系，了。不好按。没关系，我还有。对，我们现在再进去再就不把会被水提下到。呼吸跟那个再喝掉夜市是是，喝掉，对，我们就可以攻略了，不用怕了。耶、yeah！好了，哎，怎么喝完变成水瓶啊？你那是不就是是捞水到瓶。水啊？走哦，吧，直接喝走个吧，水。这边继续先留着，我们去挖。最重要是海绵跟……哎、欸，我想做，嘿，我想把木门做一做。我身上有超多给你。我带了一整组出来，一组木门，对呀、你丢到水里。啊，我哦，开始，我捡到了。还有吗？我还有很多，好了，走吧。好，攻略是要打到什么？嗯，它里面会有随机一个房间是海绵啊，房，海绵房，会个所以我们房现间在要都想是办法海找绵，出海绵房，是不是？对所啊，以，哎，没因去哪为里了？那时候在玩新大陆那一章，我的两个海底遗迹都没有海绵。找一下，现在到处挖就对了。他会用一个柱子包起来。啊，海绵房通常都在3楼，3楼是吗？包个柱。好。我怎么就出来了？哎、欸，我也怎么就出来了？它是不是很薄啊？对啊，这个好像有定包。哎、欸，在这，在这，这谁？看一下我。哦，鱼竿，来来来。那个这好，根大大柱子，这个包起来的里面，哎，你在牵我？呀，你不在哪里？这一根大柱子，哦，你被超多只牵的啦！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，你成为焦点了，真的，众星拱月。胡子快来找我们！好，我直接挖下去。你在哪里？发现了，有了。所以里面会有很多海绵，是不是？这个是黄金的，哦，啊，海绵是在楼上，可以挖好，掉那我们啊。先把这个挖掉吧。我只看一下，什么叫黄金？哦，黄金！满满的。哇，好多哦，哇！你是丝绸吗？我是丝绸，哦，我不是。没关你直接系，挖吗？我要挖这个，我带回这个家。灯要维持，是不是？没关系啊，这个灯也可以用那个。海灵晶体跟这叫什么碎片？海灵碎片合出来，所以当时我们想，因为荧光灯比这个还难看，所以当时是用这个当路灯。在楼上是不是？嗯，然后看，如果真的没有，就是这个碉堡没有了。哦不，真是碉堡了。啊，你们有吸到海绵吗？没。没有，海绵是要干嘛用？吸水。很方吸便，水。没对有吧？哎，楼上没有。哇，又通了是不是？对，通到上面了。也可以这把里我超放。薄的。你刚订阅没跳出来，你订阅什么？哦不，我跑到下面上不去。有跳出来了。没有有哎、欸，真的好薄哦。对，它很薄。感谢订阅，跳出来，跳出来了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放啊，弃。就至少有一个海绵就够了。有吗？有一个海绵吗？我身上两个啊，因为打死一只 BOSS 会掉一啊！个。我被超多支签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上去了吗？你可以躲到门后面捞一圈就断了，可以呵呵，出去了，可以出去了，因为门也真的太万劫找了不吧！到了。海绵房，它真的很小的感觉。嗯，那从最正中间往下挖有什么吗？会比较有吗？中间往下挖就是一只 boss 啊，它左右一只，中间下面一只，这样子，感觉真的没有人。QQ。那挖点石头回去，我们装饰那个吧，就可以在水下呼吸了。
海绵，海绵，找到了、哦，海绵，海绵，找到了。他这边怎么有个活塞？哦，哦，那是我刚刚想说，我要偷偷从外面入侵。哦，哇，这边要用丝绸挖还是？啊，这普通的就可以了，你用铲子也可以挖掉，用手就可以了吧？对吧、啊？在哪边？它就是土。哇，海面。你在哪里？你来外面，你先来大门。Hello， 人类。在哪边？大门啊，我在大门口。来，我在对面，我看到我。来了，我来了。海绵。哦。被我抓到了。只有一个海绵房，是不是？对。好多海绵哦。因为我自己没有找过海绵房，因为对啊，之前那个地图就没有让我找。超多的啊，海绵可以干嘛？吸水？你不是问过了？吸水啊？我不是啊，我要怎么吸水？你先把它就是你一格有水的地方，你就把它放地上。啊，那这跟沙子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可是沙子是堵掉，它是把水吸起来，你等下然后可以把它烤干。等下海绵放地上瞬间，这个空间全都是空气啊！这么厉害？很厉害。对啊。它就是吸水用的。哦、啊，再多挖一点。好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撤了？挖一点那个。对啊，挖一点建材回去。因为应该不会想再来了，太远。啊，哪有一个北气鱼的啊？不是这个石头超脸超囧的吗？脸。啊，这材质包的脸还好，因为他的脸就是一个囧字。哦，有看到吗？比较绿绿，比较青绿色一点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挖海灵石跟海灵石砖的。海灵石砖就没办法再恢复成海灵石。对啊，要盖塔吗？没有要盖塔。然后感谢小叉叉续订。盖塔太累了啦，然后他们要盖一个，就是你要先把这个区域的水全部抽干的工程。我才不要。对啊，才不要嘞，神经病！你要玩那么累。我们是新手，新手不玩这种。要几组？嗯。一个海灵核心大概半组，啊，只是我们不会再来这边，所以多挖点走而已。好，是海灵石多挖一点。嗯，海灵石是哪一个？就是彩色的那个。哦，来我打这个笨鱼，你好像战神哦。哎、欸，他跑走嘞、欸。怕了。是老人了哦，他的刺会缩起来，等到再次膨胀就来找你。哼，来，穿上这种很好的装备就会显得有点笨，可怜的怪。哎、欸，我变暗了。我也变暗了。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他回来找我嘞，贝西。好，我先出去咯。要挖几组啊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我都挖砖啊，我想说砖很好看。哦，很像阿嬷的瓷砖那个吗？哎、欸，阿嬷厕所的瓷砖。想说拿回去做地板，好像蛮好看的。那天鱼了。那天我们用了三块海绵填海，因为找不到海绵房，用三块海绵填海，填了七天。哇，傻眼。对吧、啊？后面是累到直接用沙子把水给堵起来。你们都上去了。我上来了。我要上去了。看一下哦，我挖了，我还是再多挖一点，砖挖了各两组，啊，他要跑走，天哪！看一下这边坐标、哦，
28382604，哇，哦，跑了3000格哎，哇，好像还行啊，还行，不要比之前那个一万多还要夸张就好。What？为什么？我们上一张地图就是一万多啊。哦，哇塞，哎、欸，你们有挖到很多暗海灵石吗？有，可是我觉得它太丑了。很丑吗？你很喜欢那种吗？我觉得可以拿来做一些。哎、欸，你要拿来装饰一下你的那个啊，你的水族箱吗、那個？对啊。我想说之后就要开始啊，又有一个海绵方。哇。还好你没放弃那边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可是这边很暗。啊，是因为你们那个啦，药水没了。嗯，你们有人挖到那个啊？灯呢、啊？灯放一个在这就好。我来了。你们有丝绸之处挖灯的话，我来了，在哪里？我就站在角落等你们。哦、我看到了。来了。我被牵线了。我的灯。好了，可以挖了。哇，竟然有两个以上的海绵房，不酷？那我们有超多海绵的耶。繁星找了两个空的地窖，对啊，而且那时候我还特地挑了一个，就是有深海遗迹在旁边生存。然后鱼竿开了一个就有两个的海绵房我身上有25个，八个，身上有12个，好像够了，45够了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嗯，还有吗？还会有第三个吗？哦，有人说最多就两个了。哈哈，我这太优秀了，太棒了！要多打一点这个东西回去。要咬我！把身上都打满好了。我要把这边的灯通通带走。对啊，很好看哎，可以装饰水族箱、啊。哦，为什么会盖这个？它的塔就是因为打那个鱼。它会掉做海灵石、海灵砖、海灵那个灯的材料。哦，嗯，这边竟然已经是空洞了，可以在这边呼吸了。对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海绵？嗯啊？海绵房哎、欸？三个海绵房？真的真的、啊？哇，真的哎、欸！哇，有人被打脸了，观众被打脸。哇，我真是优秀到不行啊！哦天哪、啊，这边哇，直接打打别人脸型实况组，啪！我很抱歉，但真的都被我发现了，哇哈哈哈哈！三个哎，那我等一下如果找到第四个怎么办？要不要有人留言说最多就三个了，真的不会再多了？就说三个了，真的不会再多了，三个了不会再多了，再多我怎样怎样之类的。就是需要祭品啊，赶快来让我们多找一些海绵吧。好赞哦！哇，薄薄一片才石料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它真的超薄的，它大概只有2层楼高哎、欸，真的不行。真的海底也听到叶妹正吃的声音哎、欸，有没事，我在杀叶妹。哦，好啦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了，自己先打一下自己。我应该。